兄弟队，这个球技战力不佳，竞争力不足，我身为总领队，辜负大家的期待，我认为我必须负起完全的责任，因此呢，我已经跟球团提出请辞，再有这个机会回到这个环境来，真的心理上是既期待。那当然又是一个责任的一个开始，应该会跟这个总教练那边要求他先提出一个近期的一个改善计划，就是以兄弟教练团来讲，其实应该是需要再加强了，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努力，这样特别敦聘了我们台北大学的这个高英杰教授呢，特别来担任我们的最高那个顾问。兄弟一条心，力拼总冠军。